じゃあ今日も東大前フィットネスやり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イエーイ。はい、じゃあラファエル先生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今日は何ですか。咁我哋就之前做啲呼吸嘅練習啦，咁有提到少少有關腹式呼吸嘅嘢啦。咁我哋可以加強腹式呼吸嘅一啲訓練。咁腹式呼吸，所謂腹式呼吸係牽涉到肚皮嘅一啲呼吸啦。咁我想講嘅並唔係呢一個純粹係一個呼吸法，係佢對於我哋身體內在肌肉嘅協調。咁喺我哋身體一個比較深層的腹肌呢，就叫做橫腹肌，它就在我們的脊骨一路圍著我們的身體去到前面啦，所以呢 它好像包住你的身體一樣。當我們想我們吸氣，腹式呼吸吸氣下去肚皮的時候呢，這個肌肉是會放鬆，所以我們的肚皮慢慢脹大啦。呼氣的時候呢，我們將我們的肚臍慢慢伸入去我們的脊骨，即是伸入我們的身體啦，同時考慮呢好像有一個有一塊布包住我們的身體，這個呢就幫助我們用到我們的橫腹肌，去用訓練我們核心肌肉 的一些動作。核心肌肉呢 Core muscle。 好，那我們試試吸氣的時候呢，將肚皮慢慢打開啦，即其實個諗法就是將橫膈膜推下去，然後肚皮會慢慢打開。呼氣的時候呢，就慢慢將肚臍放入去我哋身體裏面。好，我哋試下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。再多兩次，吸氣，呼氣，再一次，呼氣。咁我哋可以留意到咧，我哋同我哋之前講嘅一樣啦，我哋呼吸係一個三維嘅動作啦，因為我哋身體都係三維嘅。咁當我們給我們呼氣的時候，我們好像將我們的身體慢慢往正中間收的時候，這個也都配合著我們之前說的東西，就是我們給我們的中線延伸繼續發生啦。所以呢，兩個動作是配合的，一路呼氣的時候，一路繼續給自己身體延伸。我們不是去很用力地 push 這件事發生的，我們慢慢給這件事自然咁出現就得，所以我哋俾多少少想像力自己。當我哋下一次呼氣嘅時候咧，慢慢頭殼頂往天花板上升，劈劈繼續往住張凳或者地下下沉落去。我哋試多次， okay. 吸氣，呼氣，慢慢咧頭殼頂向天花板升啦，慢慢咧劈劈咧繼續沉落去張凳度，吸氣，呼氣。橫腹肌慢慢收縮，頭殼頂往天花板，做多兩次，吸氣，呼氣，最後一次，吸氣，呼氣，好。おお、すごい。すごい。はい、じゃあちょっと日本語をやりますね。ここは、おへそ。へそ。はい。トーチ。トーチ。へそね。ちょっとここ恥ずかしいけど、お尻。ペペ。ペペ。ペペ。お尻。はい。それから、上に引っ張るこの感じね。ジーン、リー。自然にやりましょうね。自然にね。うん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Hello, 我是 Rafael, 或者叫我康都得。咁我係一個舞者啦，同埋我係一個 Pilates 嘅老師。我主要嘅訓練咧係集中於喺身體嘅協調性啦，同埋身體覺知。一般會利用身體唔同嘅肌肉對個核心肌肉嘅一啲運用啦。咁如果大家對我頭先所講嘅有興趣咧，歡迎嚟到以下呢個 Instagram follow 我同埋 message 我啦。さよなら。はい、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じゃあ皆さん、また一緒に日本語を練習しましょうね。